今天要教一个成语故事，那就是东施效颦。话说在奥斯卡典礼和庆功派对上，许多女明星都不约而同穿着性感的透视连身裙。英国歌手瑞塔·奥拉背部几乎全裸上阵，右侧微微下垂的臀部和大腿一览无遗。葡萄牙足球金童 C 罗的前女友、俄罗斯超模伊丽娜·沙伊克似乎存心要让前男友扼腕，黑色点点薄纱透视装只巧妙遮住重点部位，展现凹凸有致的 S 曲线。看完了曼妙的西施，那东施是如何效颦的呢？内地购物网站出现山寨版的透视连身裙，卖家形容衣服质量很好，很有弹性。买过的网友便上传自己试穿的照片，还留言写道：“宝贝已收到，非常性感，下次还会再来。”然而本该令人惊艳的衣服却带来了惊吓，中间的透明薄纱硬生生被撑成两倍宽，让模特儿下半身若隐若现的部分只能勉强遮住大妈一只腿。不过看看这衣服，环肥燕瘦都塞得进去，掌柜的确没有不实广告。夜市新闻中心特别报道。